眼镜露颗门牙，小儿子主角阿尼古蹦蹦跳跳现身。阿尼古很嗨耶，以人偶模样现身，一秒成为全场焦点，扭腰摆臀都难不倒他。他还会带很多那个歌舞的表演，来一段吧，阿尼古，阿尼古。去年获得金钟奖最佳动画节目的小儿子，今年受邀参加台中国际动画影展的户外放映活动。从小就是爱笑、爱哭、爱吵。长大后又老是爱跟我斗嘴。改编的文学作品《小儿子》动画，诉说着亲子间互动趣事，同时也带着台湾的孩子认识自己的故事。一个代表我们台湾本土那家长跟小孩子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呢，我们是用一个非常好玩幽默的方法去做一个动画的呈现。小儿子户外放映活动不止阿宁古人偶会出席，更有一系列说故事、暖身操，最后还有温暖的露天动画放映，将在台中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和台中市民一同共享亲子时光。三立新闻王子源私密小组台中报道。